你也是只是一般的铁道公园吗？并不是，往旁边一走可以看到台中最新的百货商场拉拉铺北馆正式试营运，带你一探究竟。在这么多店，是不是不知道逛什么？商家把300家店家的袋子全部挂在上面，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、穿的都有，让你一目了然，看到就知道要买什么。直接来到霍尔移动城堡的场景，店家直接把卡西法的火炉直接搬到现实，让顾客可以亲自看看。东西嘛，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永生花产品，它是我们老字号转型，从鲜花转到永生花。那这个永生花呢，它做特别的精致，然后让你可以做鲜这个母亲节的送礼，然后加上配合我们的玫瑰金露的礼盒，这是完全都是有机的哦，所以都是跟植物相关的。对，都是跟植物相关，它是玫瑰萃取出来。那这公园有得吃，那我们来介绍这边 CP 值最高的海鲜冻。哎，这边怎么会 CP 值最高？是的，因为我们呢一般在台北或者其他地方，其实我们通常的价格都是来到500到1000块左右的一个价位。那你现在呢，我们在台中特别研制了4款不一样的海鲜冻，400元有找。那如果说每一件事情都考虑到成本的话，那我觉得做不好事情的。那怎么样让客人先高兴？怎么让更多台湾的消费者来喜欢我们的老天爷给我们的食材？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